来向店家订购餐点，店家也依约定出餐，但外送员送达时，消费者发现所订购的数量不符合，并致电店家询问，店家获知消息后，也立即向外送平台反映，那本所将依据事实予以认定，如有不法将主动侦办。他违规又过弯，然后差点让我撞到，然后我就不开心而已，然后他就拦我车。你不开心就可以比中指哦？我没有比他中指，你没比，你刚刚怎么讲的？你现在脸是不是那种肿啊？他现在又在骂我，他刚刚就是先拦车过来骂我，你看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他刚不是就要比中指吗？没有看到了。什么没有？我在后面跟他比啊，但他没看到啊。什么？我没看到，我朝你干嘛？哦，那要怎样？去对你比啊？啊，对，好啊，警察，你看到底是我没理还是他？这要叫警察来啊？没有钱提告，没办法请律师。呜，来呀、啊！我先跟你们。他怎么了？他说他违规又过弯，然后差点让我撞到，然后我就不开心而已，然后他就拦我车。你不开心就可以比中指哦。我没有比他中指，你没比，你刚刚怎么讲的？你现在脸是不是那种肿啊？他现在又在骂我。